再放石像好了，太智障了，干还会烧我？坏吃哎、欸！哎、欸！哎、欸！别那么快出现好不好？干！好的，然后看一下，他说要盖在上面嘛，盖一圈是不是 ？OK。哎哎哎哎，上不去，尴尬。哎、欸，那个小鬼不怕那个刺、欸，哎，干。完成了吗？啊？哈？哦哦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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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？怎么不太对齐感觉？等一下，我、哦、是两层哦，没事没事。哎、欸、哎。好的，然后看一下，要怎么把它上色？我看一下，是可以的，重点是这个比较麻烦。干，早知道就全部用完，就再盖就好了。霸气。好的，然后这怎么办呢？我看一下。这弄不到哎、欸，干太矮了。我看一下，应该可以弄。啊，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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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就盖一个这个。啊，干不是。然后再剩这个吧。好的，然后盖好按，剩两个了嘛。好的，然后看一下，一朵火把，挂式火把是不是？好，我把这个拆一拆。啊，看，哎哎哎哎，啊有有有，好，然后挂式，盖一个晚上了，盖一天都没了，盖太扯了。哎、欸，这什么东西？梯子！哦，可以爬梯子哦。
我当然装梯子啊！哇，这么棒的家具，拿出来，还有浴缸哎、欸！哇，超厉害的！当然放浴缸啊！我刚好，我记得有一间空房间，就把它变浴缸好了，先把它变澡堂好了。进入。 啊，爽爽爽！嗯，好，过来了。这女生会泡吗？这女生会泡就可以看得到捏捏了。等一下，啊，干看不到，好吧，算了。干，我忘记做什么事了，天啊！ 这样就可以爬城墙了，哎，赞哦！自由自由，再给他盖一个。好了，两个城墙，我懂我懂，这越来越像一个城池，不错不错。然后挂式壁炉，我刚好两个。 nice 啦！哎，我干！哎，是哪个白痴设计的、啊？我要上去。好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挂在这个地方吗？ 嘿，然后两只火龙，我想要地上放这个不行吗？可以吧？我要放一下看看，一定允许我放的，如此专业，干，可以吧？哎，不行哎，不符合他的设计，干。 干烂游戏，为什么不能按照自己的盖法？哎，干不是！哎，不对不对不对！嗯？ 往左边一格啊！好的，然后换这边。嘿。 完成！哦，啊，爽，很帅，很帅，很帅，做得很好，好好好，棒棒棒！ 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煽动大家的不安，对吗？你们这些煽动大家不安，我盖这么辛苦，怎么可能守不住呢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好了，再来，我要把这边盖高一点。
完成，完成，啦巴颠哒，巴巴哩啦啦啦。好了，存档。好了，可以打怪物了吧？结束了吧？可以，没有东西要接了，这要干嘛？不要烧我！这没事情做啦，这要干嘛？再来要干嘛？我看一下，没事情做了，是不是你？这个吧，没事情做了。红色门会抵达多姆多拉那里，住着一位有名的厨师。看，重点我不知道在哪里。好像就差这个吧，其他应该都完成了。制作，我要吃点东西。好。没有东西啦，没有东西了吧？我哪知道在哪里啊？白痴哦！好，找人。那里吗？找有火的地方应该有吧？啊，不是，那不是火，那个不知道什么东西，那是铸块吗？我哪里在铸块？不是啊，不然厨师去哪里找啊？干！不是这个洞吗？不是吧，这个是矿坑吧？应该不是人吧？有人吗？这里可以制作东西哦。火把、快威棒。看一下，好像不是回去，不是这里，走开。物件破坏者，要成就物件破坏者。这可以挖吗？我看看。装备，铲子，红剑不用了，先替卸除。装备。
干太硬了，跑不动。找不到厨师啊！有人要跟我讲一下厨师在哪里啊？厨师在哪里？厨师。看谁知道厨师在哪里呀、啊？这里吗？那我厨师，快点啊！我要推展游戏进度啊！卡关啦、啊！现在已经12:47了啊！这游戏太花时间了吧？时间小偷，厨师。哦，这个吗？很哼啊！这个，就是你呀、啊！最好的调理器具，专造调理台。走开呀、啊！就是你们这群白痴。哇，痛啊！哇，打可以打45滴耶！太嫩了吧！好，可以，来，想出了专造调理台。好，回去了，然后睡个觉，然后就可以来盖一下专造调理台。哦，原来那卫兵是不睡觉的、哦，原来如此。给我睡就好。白色盐，然后厨子要再种这个灶吗？哎，厨子不是用这个灶，用这个灶吗？这个调理台要烹饪用的篝火，柴火。哎。它是要烹饪用的。哪有这种东西？哪有烹饪用的柴火？没有。哪有这种东西？哥，哪有？没有啊。这个吗？啊，这个。烹饪用柴火的配方。就这个。哦，再给他去加工一下。这个，好的，然后再把它盖过去。镜子照不到我，我觉得也照不到我，我觉得我就是幽灵。哦，有更多了。重点是他要干嘛？
请用肉或小麦制作料理。哦，反正我做新料理就对了。那我做面包好了。哦，想出了面包和篮子。然后面包和篮子的话是这用这个嘛？看一下，粗树之家面包，看好智障东西哦，餐盒就对了。用肉的料理，石器吗？不对啊，豆浆，豆浆我自己打就好啦，豆浆。我做给你吃就好了，豆浆。豆浆。对啊，这样不是啊？到底什么东西？我该找到那厨师啦。欸，奇怪了。欸，找到那个厨师啦，啊，然后没东西。啊，怎么这样子？奇怪了，对啊，面包和篮子是给贼吃，是不是？哇，好大坨这个，请你吃面包，嗯，拿着面包冲过去插啊，请你吃面包啊，面包，干，这什么东西啊？看一下，哦哦，不能吃哦，白痴哦，不能吃。不能吃，做出来干嘛？要去打肉做汉堡，干哪来的肉啊，大哥？这只哦，看起来像肉哦，这个看起来像肉，这個、很大只的肉。哎、欸，干零滴，等一下这一定是要敲的，我知道。哦，哎、欸，干零滴，来来来来来。哎、欸，为什么零滴？干，为什么零滴？等一下，这个是肉，我知道。是你是你是你，杀独角兔拿肉啊 ！OK， 干这零滴耶，干打不动，不管他了。找兔子，这个独角兔啊，有肉有肉，首次获得了生肉，兔肉排。哦，原来如此啊。好了，人类人类，来来，怎样怎样，叫我这样。嘿嘿，好好好，你要带，要我带你回去是不是？哦，不用不用不用。好了，我要找兔脚拿肉。应该要打至少三个肉到四个肉吧。哎哎哎！兔子不多哎，我看一下。啊，有兔子还蛮多的，在这里。过来过来，兔子。干，喷叶子。兔子，兔子，啊啦啦啦啦，啊痛啊！哇，好多兔子 ，nice！ 哎、欸，掉宝率很低耶、欸。
兔子，兔子。还有兔子吧，这里再一个肉应该差不多了，再一块肉，再一块肉，啊，底下底下底下，回家回家回家，OK， 然后做兔肉，兔肉排要煤炭哦，干也太奇葩了吧，不该说抢出了汉堡。哇，看一次恢复四格哦，攻击再提升一段时间，看太强了吧！兔肉汉堡，肚子会填饱，攻击提升一段时间，哇，太猛了吧！兔肉汉堡，哇，兔肉排加面包加毛豆啊，为什么加毛豆啊？有有，我帮你想清楚点了，兔肉汉堡，看你想吃汉堡是不是？哦。好吧，照我再连汉堡一起做了。这我没有兔肉排了，再做一个兔肉排。汉堡。哎呦！哇，你这个做出新的，这叫汉堡啊，很有创新的餐点呢。我可以收下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是在骷髅头里加入土蜘蛛和多奇拉里巴，再添加陶氏果实。干什么东西啊？看那个是黑暗料理吧，那是黑暗料理吧？看那三小，哎，你还不满意？干啊！哦，要体验到四等哦。好好，等我一下，洗个手，等我一下。看一下四等的话就挂，再挂快结束了吧？四等找一些那个高级的来做一做就好了。这个啊，这多摆几个就可以了。哎哎哎哎哎！面包也把它摆上去，然后再。然后再给他吃油品，再给他把叫出来，再把他摆上去。好，到了四等了。叭叭叭叭叭叭，好了，完成了。不太够了，我的格子不太够了。看，能不能要再盖个仓库了吗？好了，我要跟另外一个讲话。最大最强，你知道麦尔基德防壁，真是伟大有品味的防御。OK OK。
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干，你这么晚才来哦？你是今天是干嘛？啊，他也不知道怎么做，看。对啊，他也不知道怎么做，反正我也不想做了。老实说，看一下，他也不知道怎么做，那就算了，那就算了。来打架，打架。血扣的辛苦了，干。哎，血扣的才是一个做一个资工人该做的事情。不要学我，学我是不好的。走这边，走这边，白痴蝎子，走这里。对对对，走走走，走过来。走过来啊，干 A 很低呢。走过来，走过来，不要踩我家，不要踩我家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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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踩哦。哎不。白痴，干干干啊！全毁啦，全毁啦！啊，火柱啊！队友火柱啊！盖我家被拆光光啦！这个白痴烂防御谁发明的？啊！要死要死要死！啊！要死要死要死！还想出战锤嘞！首次获得木门，但不用啊，木门感觉很烂。获得旅途之门绿。哎，这第一章节怎么有点久啊？那么长哦！我操！等下我先把这个门盖起来，看全毁了。哦。看怎么有？看，好，干回来了。然后，接任务，接任务。你得到新的旅途门，洛西斯也跟我说，毁灭麦尔基德的果然是巨神兵啊，可以说就是巨神兵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魔法炸弹。感觉今天就破不完啊，今天要破完，我不知道玩到几点啊，可能要玩到两点欸，完蛋了。但明天大家都要上课，我没有想开这么晚。我是没差啦。什么谁？新的人哦、喔。看起来是个白痴欸，这家伙。欸，女的哦、喔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女的应该可以，这有胸部吗？看一下。看一下。有啦，应该有啦。有点平欸，老实说，是女的吗？这是女吗？还是喂鸟？应该是女的啊，应该是女的。雀立可哦，雀立可，听这个名字就像是女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好。
没关系，已经毕业了，靠！等一下哈，哎、欸，所以就没任务了，是不是？好像都睡觉了，应该是没任务了。哦，这女的在干嘛？换衣服哦！哇，一来就换衣服哦，好屌、哦！我要换衣服，可是我为什么房间不能打开？干！我要换衣服。好吧，看来只能去绿色的门了。哦，真的耶，换了衣服之后，大家都穿了新的衣服，我们不是穿破破烂烂的了。OK， 还可以了。在干嘛、啊？干！变态变态的，爆炸了！我家仓库大爆炸了，我要删一些掉了。上次这个成用大柱就把它删掉了。干，积分250哎，拔出来用用好了。房间盖两根柱子，感觉很潮。然后还有什么？这个屋顶零分哦，干，删除。零分的屋顶没必用，十分太少了吧？干，找到多干几根柱子回来了。墓碑哦。留着留着留着，这个100分哦，好好好，拿出来拿出来，让这个更明亮一点。好好，然后再来嘞，梯子有10分，这150分哦，好挂挂挂，把仓库再挂个锁链，好的。然后这有10分，然后还有什么？有没有分数高一点的？这个有10分，十分，十分，十分，这不用了。再来看一下，一键整理呀！啊啊啊啊！看是没了，然后就先这样子吧。然后我要去门那边的。嘿，啦啦啦啦！啦啦啦！然后这应该是拿出绿色的宝箱，真是绿色的，干！可以不要这么符合我的期待吗？干！啊靠，好硬哦！哎，好痛！看，好痛！哎，看，好痛！哎哎哎，刚刚被撞死了！笑哎，这太强了吧！首次获得炸弹石就是要这个，应该是要炸弹石，应该是要让他做完，对。干，吃到药草了，浪费。干，好痛！哦。美加恩特，我干。白痴耶、欸！最好是炸154滴啊！看，美加恩特是什么东西啊？美加恩特。炸弹要炸弹石要三个、哦、啊，反正就是要去打就对了。好了，
看美加恩特到底什么东西？看美加恩特，给我记住。哎呦，有这个，有这个兔子，哇，优质毛皮，钢铁铠甲就是这一个啊！我需要更强的铠甲。哎，来了来了。哎、欸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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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行！哎呦呦，打赢了打赢了，再拉爆炸就爆炸了。美加恩特。与敌全体同归而尽，可能无效。BOSS 无效三峡攻杀小，你那时候招式名称吗？哦，有有有有有，看到对面有，这边也有。我现在需要三个碎片。哎、欸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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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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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有有有有！好，三个了，走回家，走回家。哦，这里有血。哦，这看起来很屌啊，这矿石。干，可是我没有梯子嘞，怎么办？没有梯子，我看一下。干，没有梯子上不去耶。这个这个，持有物品换一下，绿色塞进去，拿出我的土，最强的土。哇，打不动哦！哇，干好硬哦！什么东西？哇，钢眼哦！太扯了吧，打不动哎、欸！看来是一个高级食材哦，我懂我懂，等下再来，等下再来。看打不动哎、欸，应该是更屌的。Explosion！ 干，回家的路怎么走、啊？回家的路，回家回啊，这底下底下底下，回家。干，这个欠打，我要把他打爆。妈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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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！干！啊啦啦啦啦啦啦啦！不不不！啊！哎呦，打掉！哇，惊险惊险！哦，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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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，嘿。魔法炸弹，好好运用炸弹，只要20颗以上的话，我想一定可以干。我说不，我为什么不直接用西式炸弹就好了？我要给你用魔法炸弹。
干满出来啦，看一下，原石不用啦，原石丢掉。这个承用地板也不用，邓武仪，十只守护不用不用，那不能舍弃是不是？干不能舍弃耶，操！都可以吃是不是啊？吃一下。哎呦，看一下，炸弹石，还有什么？那个啊，他说20格是不是？哦，他是爆炸，不管他不管他。Explosion！ 我记得有一个白金奖励是要五级耶，没关系，大家看一下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？有没有？どうしてこうなるんだろう？有没有？哇，这游戏原来也有白雪，啊，原来也有白雪，5份药草，我这边就有了，给你。干，我这边都2份哦。どうしてこうなるだろう？初めてのスキンがこのわ。我们有药草哎，药草。看，我只能做一个。这家伙最靠背呢，我要5个，要5个药草，我先存档一下。哦，药草好像是在第二关，是不是？我记得在第二关呢，第三关好像也有哎，第二关好像也有啊，第一关好了。我去找一下药草，好像是一个大颗，这个药草，我找一下。3个只能做一个，是不是啊？我怎么觉得他妈这地图有点小啊？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，白痴，走开！跑快点啊，小伙子！2个，2株草，三株草 ，nice。干，好像没有了。啊，这边有一株，这边这个是啊，这个是，对，这个是上面。我开3个小时50分钟了，干，开完4个小时差不多了。干，好，回家。原来我开了这么久啦，难得今天开这么久。都要炒2个，破什么药草？干！你要不你们是要帮助别人的男人啊？你说说。白痴哦！哦，哎呦，怎么有这么好心的女孩子啊？哇，哎，
可是我不知道找，我找不到啊。想到了没？想到了没？想到了吗？想不到。想到了，哇！积分500分，好的，看来又是个可以盖房子的时间了。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祥太，走开！我准备好了。奥利哈钢岩就是这个，对对对对，这我需要，就最屌的。巨像冰岩则是要到之前信江所在的红色门连接的地点。啊啊！信江是谁？哦，我知道。石头人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所以那个石头人要用炸弹才能打掉哦。哎，干，怎么那么麻烦？我知道了。哎，所以我要很多的炸弹才能收集哦。干，好好坑啊！这游戏，先准备多一点炸弹好了。强太是养蜥蜴王的那个干，那个一脸嘴养干，一脸嘴样，然后之前比乔治还弱，结果后来比乔治还强啊！你有看过这种人吗？干，强太，超神！看一下哈，好像还可以做一个钢之衣服吧？看一下，想做衣服。那个啊，需要奥利哈钢岩加巨像冰岩三个，哇，干，好强啊！这个优质毛皮加草绳加钢铁，可以做一个，做一个，做一个。H 本推荐，我们要使用，我们要使用，要装备，最强的铠甲，好的。然后我现在要去拿炸弹炸那个，对不对？炸佛地魔，不是佛地魔，炸花尔哈钢岩。干，爆炸！碎石不用了，碎石删掉，石材留着。花瓣塞进去，然后土留着，拿出炸弹，然后出发。绿色的门，啊，这个门，找那个大石头人，然后用炸弹炸他，应该是这样子吧？盖，我先睡觉好了，晚上很麻烦，还要7000分才能升那个五级哦，干。太难了吧，这游戏。我先睡，我先睡。嘿，好，你不用睡了，你不用睡了。睡啦。好的，在这边有出现一个巨神兵嘛，我记得。用炸弹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巨神兵在某起前面那个吗？巨神兵应该不在这边出现吗？怎么不见了？巨神兵。哎、欸，巨神兵呢？为什么不见了？巨神兵怎么不见了？奇怪了。
有谁要跟我讲一下巨神兵要在哪里找啊？不在这里吗？啊，出现！抵押，抵押，抵押！就是你，就是你。哎呦，死了死了死了！三个哦，他好像要很多个，我记得。哇，一次来那么多只哦！哎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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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巨神兵，巨神兵，哎呦妈呀，巨神兵！好像七个还是五个就够了，是不是？还是八个啊？我忘记了。哇，格挡，一滴，零滴。看来这个地图我已经快征服了。还有巨神兵吗？我那边跨掉，跨不跨不？巨神兵。在这边，我两只小的要把它干掉才有大的，没问题。来来来，大只大只。出现出现出现 ，nice， 嘿，过来，嘿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哎，没死，干，浪费我个炸弹，靠腰，有有有死有死。好了，回家。好，走回家好了，省一个奇美拉之翼也好。然后他好像要几个？三个奥尔哈钢岩，对不对？我看看，他要三个巨象影哦，五个干，所以要五个炸弹哦。我刚好有六个炸弹，应该够，应该够。记得在墙壁上吧。这个这个这个看起来很硬的这个，等一下，上面的话，看一下怎么上去。好，我们沿着墙壁爬好了。哎、欸，白痴哎、欸，白白白扣血啊！但不能盖。好一个神秘力量啊！
这边有四个嘛？不是，哎呀，啊，对，就这个。好的。哦，把炸弹放在这里。哎，里面还有一个。然后把它炸，放在这里。好，有的。好的，我再多拿几个。干，锤子快坏了。干，这锤子打不动哎、欸。妈的！还有奥尔哈钢眼吗？那边有，那边有。那边有几个？看一下。那边有一个吗？哦，有很多个，可以塞进去，把炸弹塞进去。好的，跑。好，收工。想吃香菇了，想吃哦，好好好，吃吃吃吃吃，好吃好吃，吃好吃满。我看一下哦，现在有这么多东西，要再做一把锤子了，快坏了。大战锤需要蝎子脚，要三个哎、欸，干我只有一个哎、欸，大哥，大战锤。啊，锤做一个好了，战锤。然后还需要一个，哦，大战锤是啊，大锤大铁锤是拿来敲东西啊。重点是我需要战锤啊，没有蝎子脚，算了，先制作他说的那个什么挖哥们的这个。好了。做得好，我觉得他做出来一定会攻过来了。他一直在说乱说话，但是我觉得这家伙一定有什么阴谋，这家伙感觉坏坏的。他的脸感觉就是坏蛋的脸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脸，依照《勇者斗恶龙》，我玩那么久的，玩那么久的经验啊，这种脸通常都是坏的。哦，干！哇，变成第一视角哎、欸！要战斗了。可以先睡觉吗？代表麦尔基德的守护神巨像终于醒来了，看来是要自己OK 好，来来，准备好了。巨像兵毁灭的并不是麦尔基德，而是麦尔基德里的人，并非失去理智，也没有遭到魔物控制。他一定是为了要守护麦尔基德，才选择了毁灭住在麦尔基里的人类。哼，等后续等我们都活下来再说吧。眼前是打垮来犯的怪物。哦，英吉，哦，捡吃的，捡吃的。进不来哦！啊哈哈哈哈！哦，哈哈，你们两个应该会死掉。
其他地方我不知道会不会来犯，这边也有来犯。哦，这个墙，这个城墙很大，完全不知道盖哪里。盖这里吗？断人干嘛？啊！我不应该开门的。啊、关门，关门，关门。哦，盖这里，我知道，我懂，我懂。好的，就盖那里。但他们进不来了。好的，好的，我懂，我懂，我懂。好的。呜。娘，娘娘跳进来了，干！我觉得城墙盖得不够高啊，干！干踩我地板欸！啊，你们先打，你们先打。我先弄一下东西，地板在哪里啊？地板，这个。哎，赶快被自己烫死！等一下。结束了吧？OK。哦，好，然后先吃一下这个。好，然后他说又可以再战斗了，这个家伙。好好的，准备好，准备好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因为巨石将判断人类才是麦尔基德的敌人，你也过去好就带到大木锤里后面的荒废城堡了吧？当世界受黑暗支配，龙王军团进逼麦尔基德城镇时，人类发挥最后力量建造了要塞作为避难设施，死守在那里。长期处于封闭要塞里的生活使人们开启了最低劣的争纷啊，纷争啊，相互争夺食物，彼此为小事仇视的情景，简直就像是一幅活生生的地狱画啊！好了，你这废话最多就是你呀、啊，干！哇，这一来就来个队长。哎，队长把我地板拆了，干！啊，队长，看来队长造成不了太多伤害，但是呢，他还是怕火，他打不动那个，打不动城门跟那个围栏，但是他打得动地板的那个刺，干，这最鸡掰。哇哇哇哇哇！好多只，算了，不要理他们。
发现自己还打比较快，干！喂！好，你们加油，我先去增强我的围，我先增强我的围栏。啊！我被自己烤死了，等下。好，盖完了，盖完了。我来支援你们了。好了，第二波守住了。好了，生命果实再吃一次，然后要迎接第三波攻击了。来，好好好，我知道，不要废话了，就是跟人一起生活在一起快乐。拜托了，打倒怪物，打倒巨神兵王，我们的大家神圣就请你保护了。看，就你废话最多。一下要不要这？一下要不要盖城镇？一下要我要守护你们！哇哇，就你最会讲话哎，超废哎！哎呦，效果不错哦。阿狼嘞，啊，过来，小只的都不怕。还有第二波，来，再放个炸弹。七耶，干对我白痴哦，干，智障队友哎，干白痴，干。看队友，卖队友哎、欸，这我他妈一定先检举哦，恶意送头。哎呦！我把我的自己要塞炸毁了，啊！干！我把自己地板炸掉了，啊！干！啊，地板呢？哎，那个刺就不见了。哈？哈？干，不是吧？啊，算了，先把这塞进去。好吧，将就用一下。
人的最智障哎、欸！哦，来了来了。哇，好硬哦！干啊，把自己都炸死了！干的嘞！啊，把自己都炸死了！没关系，你们刚才害我死过一次，干你们死的是应该啊！啊，干全部死光了！没关系，不需要你们这群垃圾，我一个人打就可以了。嘿，嘿，哈，啊干，嘿，哈，嘿，哈，啊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干队友太烂了。好，哦，哦，终于还有一波，不是吧？看一下，干四枪都爆光光了。铺地时，将石头表面凿平的方块积分石哦。走开走开走开，白痴哦，不要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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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，白痴，城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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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、欸、那个大最大的城墙怎么不见了，哎、欸、等一下，最大的城墙奈博基，这个吗？不是啊，这个，用来防止怪物入侵，非常大而坚固的墙。哦，积分500分哦，当然盖啊，干这么强，就盖在这里啦。好的，然后我看一下，把它吃一吃。然后直接找那个叫打架、啊，睡觉再打架好了，太暗了。抄袭的，抄袭的。哎呦，小妹妹，小妹妹，哎嘿，哎嘿，叫起来，叫起来。呜、哦！踩过他脸都不会感觉，呜、哦！盖还没有草席啊，好可怜哦。好吧，自己盖一个好了。草席，好，我就睡外面好了。不行，好吧，那我睡妹妹房间好了。好的，
就跟你睡了 ，nice。嘿、欸，他说：“哎、欸，干怎么起来？我房间有另外一个男人。欸”哎，奇怪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支配这块麦尔基德的怪物老大就是过去的守护神巨象兵。OK OK， 是本人一直不想承认昔日的守护神会消灭人类。好好好了，好了好了。啊什么？等一下，他说什么？哎。哦，多准备些哦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直接打就好了。好好好。哎呦，应该是最后一站了。来了来了，震动震动。呜呜呜！呜、哦！来了来了，巨象兵。这就是那个怒犀鸟赛车里面那个第三关、第四关的那一只。Boss HP 看起来很高哎，哇、哦，好大只哦！干！干零滴零滴！哦。用麦尔基德挡下城墙哦、啊，可是我的麦尔基德已经不见了。可是我的麦尔基德已经拿去，对啊，我的麦尔基德不见了，干，白痴哦，干、啊，那我的城墙嘞，我的城干损毁了，啊干损毁了，啊、操你妈的！哎、欸，不是吧！爆了，爆了，爆了，爆了！爆爆了，我家爆了，全爆光光了，看我的城墙就被他收走啦、啊！白痴哦、喔，什么烂游戏？看，哦，哦，操你妈的！看，看，不要，不要！我什么都没了，我什么都没了，我要放弃这游戏。哦不，不，干，不。打我打我打我！拜托打我巨神像，拜托不要再吵了，我快疯了，我快疯了。不要！我要自杀，干放炸弹自己死好了。啊啊啊！不！不要！好好好，看来又回来了。哦，我美丽的城镇还在，还在。干，就这个，八七，可以退出哦，不早讲。干，等一下，所以要准备很多的城墙跟很多的炸弹哦。好了，我准备一下好不好？干，炸弹。炸弹死，好了，去打一下了。哦，我觉得今天打不完欸，那只应该最后一只王了吧？打完第一关第一章节应该就过了吧？好，跟你拼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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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今天就把这破完，干！
炸弹在哪里？在这里。然后呢？我看看，哎，哎。哇，都没啊，干！炸弹石，哎，他炸弹石在没，怎么没有？哎呦呦，看到看到，在后面，再生了再生了，我开了，白痴鸟啊，这只。还有几个了？现在有几个？啊，别，别，在哪里？啊，在这里，四个，可以，再多打几个，打到六个好了，再打九个好了。哎，没有炸弹了。它是不是跟那个风之谷一样，或是什么怪物都要刷新呢？怪物太多，它不会刷新。哎，都没有炸弹了！炸弹，炸弹，你的鼻子怎么那么长？好吧，先去上面一下。不是，装备大铁锤装备，哦，炸弹放着跑。好的啊，没有炸弹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魔炸弹呢？干，好了，回去。没炸弹的话，我至少要做三个城墙吧？我觉得，还是一个城墙就够用了。我试试看，应该一个城墙就够用了吧？应该没那么麻烦吧？
看一下，我还可以做两个。然后再做一组炸弹，应该刚刚好啦，应该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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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的，然后我现在把它整理一下，就可以打魔王了。哎，都。带着城墙，然后火把不用了，带着吃的，不吃的，去拿出，然后还有补血的，做一下。好的，存档，打魔王。然后应该就可以结束第一章节了。看，啊，打魔王，打魔王。好，打魔王，打魔王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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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全部人都被吸收掉，哎，干，好帅啊！连我的城墙都被吸收掉，干，真的超级掰了。哦，一切事物的破坏者。炸弹先拿出来，然后。因为一个城墙就够了，干！哈！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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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哔，转转转转转，七彩霓虹灯！啊，晕眩了，然后嘞？我使用魔法炸弹啊！哎，干！干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哦，我懂了。挡住巨石，然后三次之后，它会转转转。了解，了解。哎哎哎哎哎哎哎！他不按牌理出路啊！哎，不要毁掉了。干，你可以重来啊！干不，太自信了，哇！这是太自信的后果，你知道。白痴！干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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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，被打了！啊！不，我的城墙！干！哎哎哎！炸弹放了，为什么没有反应？白痴！哎！跳太快了啦，算了，阻止不了了。
啊，爆了！干！哎，我对他脚使用炸弹，有放在这里。再次使用。好的，然后呢？我觉得我炸弹不太够用哎，干！哎，我炸弹不太够用啊！不行，我要退出游戏了，放弃，我要放弃，放弃，我要放弃，可以放弃，我要放弃，打不赢啊！哎，打一次炸弹才扣这个血量不够啊！干要死了！照这个血量，感觉就要至少20颗炸弹了。啊！我塞了两颗炸弹，算了算了算了。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那三颗应该够，应该够，应该够。十颗应该够。哎，干白痴哦！不要，来不及了。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哦 ，OK， 哦，哒哒哒铃！哦，哦，不管，我先把这盖起来。我家大爆炸！啊，这边少什么？哎，为什么？哦哦哦，工作台啊。好的。然后还缺什么吗？火把。哦，是这个房间没火把。哦，有有有有有。好了，看一下。
传说中的，只要拥有那枚徽章的话。嘿，好的，好，要修复它就对了。这个需要，哦，在钢铁灰就结束了嘛 ？OK， 好，可以结束这个章节了，太爽了。好了，结束它了。哇！好了，高举在旗帜之上吧。好了，看来是可以结束了。好了。终于，终于。回到了，光明回到了麦尔基德大地啊！终于，终于，终于！哇，真是做得太好啦！好好，等着很多人去帮助啊！你没看过天空哦，好可怜哦。嗯，不绝于耳，就这样一夜过去了。好了，终于要踏上新的旅途啊！哦，你这家伙！剑锋转舵哎，哇！前面闲的要死，现在要再夸奖哇！看一下，今夜是所有高兴了、哦，看来是第一章节差不多可以结束了啊、哦！先存档，今天就玩到这边了。哎呀，终于存档。别笑啊！好。终于，终于！记得退出游戏这样退吧。干，忘记了，没关系，再去研究好了。好，干，忘记怎么用。我记得是这样退出游戏吧？我没记错的话。是这样子吧？看一下，我昨天会、欸、前面我会用啊，怎么现在不会用了？啊，青菜了，青菜了，好了，那感谢各位今天四个多小时的收看啊。那明天的话也是预计的话是下午我上课，晚上回来应该也会继续开啊，继续开始玩啊，所以明天大概。没意外也是八九点，哎、欸，八九点会开一台。好，那今天就先开到这边。那各位明天加油，明天要上班的，要上课的，早点睡。好，各位晚安，谢谢大家今天收看，拜拜。Good night, good night.